常富宁当过模特、演员、空少、主播，现在是作家。永清啊，这是我的人生红不浪哦。还有神秘嘉宾来爆料，这就是我们在广告的时候，超好笑，还会模仿我们大陆主播的球迷。这球打到门前，进啦！球进啦！好友、好书、好节目，请收看常富宁的名人书房。Hasta la vista, baby.